Hello， 大家好，樱桃少女三十三的年长男性啊，就是今天想教给大家看一下我怎么做冰激凌，自己做冰激凌的，但是这个呢没有那么难做，但是你要找好好的搅拌机，因为如果这个没有那么够力的话，它会坏，会崩啊哈。然后没有那么难呢，你就买你喜欢的水果，然后就放在那个冷冻室，就是放在冰箱。我说的对吗？冷冻室就是很冰很冰的那种，很硬很硬的那种。但是我这个已经买好了，在那个网上也能找到哈。好，开始做呗。第一个需要的就是你喜欢的水果，什么都可以，香蕉呀、芒果呀，还是什么都 OK。我自己一个人喜欢草莓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冷冻室也可以。就是如果你们买太多水果吃不下的话，吃不了的话，马上就坏了，没办法吃，就把它放在那个冷冻室，然后就把它冰起来，就 OK 也可以用。然后有一丢丢盐，这个也需要盐。如果你们喜欢甜的话，也可以加糖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草莓它已经很甜了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加更多糖，而且不怕。然后需要就是牛奶，我拿一下牛奶。好，我有牛奶了，然后什么牛奶都可以，但是我这个牛奶就是不胖的那种啊。为什么要自己做？我跟你说，因为自己做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放什么，是吧？这个草莓有多少卡路里，这个糖、这个盐有多少卡路里，所以什么都知道，然后也对身体好。开始吧 ，OK， 我们有那个好好的搅拌机了，是吗？你就先放牛奶，不要放太多啊、哦，因为如果放太多的话，它不会硬起来，它会很软很软。我们的冰激凌啊，我们的冰激凌会很软很软，好像那个水果汁一样，所以不用放太多牛奶。吧。就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，你看差不多哈，先放牛奶，因为要让这个怎么说容易一点。是的，如果你是能先放水果也可以，但是我先放牛奶。好，然后就把我们的草莓冰草莓放进去。我拍一下照。看一下哈。开始。这个怎么拍啊？我这个怎么拍？天，很难。OK， 开始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放太多了牛奶，但是没事。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碗。哒哒哒哒哒，我的冰淇淋好了，叮。水果牛水果冰淇淋大概应该有200卡路里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多，因为草莓它没有那么多卡路里啊。然后加一点点盐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可以吃了，棒棒棒。